在诗篇147篇第11节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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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同开口唱，一同站立起来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人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主，谢谢你，今天你的儿女都来到了，是一群蒙恩一群蒙恩的罪人，主啊，来到你这里得享你的，主啊，赦免。主啊，今天借着我们，主啊，来拨饼，来，主啊，喝你的血，吃你的肉，我们真的跟你有份了。主啊，今天我们的罪借着你的血被洁净了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借着我们向你认罪悔改，你就赦免我们的罪。主，谢谢你今天带着你的一同儿女来这里，向你献上敬拜，向你献上赞美，向你献上，主啊，来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你的一群儿女来奉献时间和奉献金钱，主啊，愿你悦纳，主啊，愿你祝福，愿你保守，在神的国度里头，主啊，你百倍的扩展和祝福。谢谢主，在这里，主啊，你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扩展我们的教会，祝福我们牧师师母，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同道，凡是来到这里的，主啊，都是蒙恩的一群。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赞美真神，万福之歌，地上生命当赞主恩，天上万军颂赞主名，赞美圣父圣子圣灵，阿们。愿伫立在上帝面前的人真正能够更多的明白诗篇第150篇是何等的荣耀，是何等何等的这个荣耀的光景，让我们信主受洗的人就朝向这样的一个标杆奋勇前进，让我们都有份于这宇宙的大诗班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